我们在新北市的树林，要从大同山走到大洞山，去看看大台北地区五个一等三角点之一的大洞山和超广角景观。不想连走，也可以单走任何一颗山头，甚至可以开车到山顶。一路上吵吵闹闹的到底是谁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从大路312巷走了1公里，现在到了南寮福德宫，接下来还要200公尺会到大同山步道。今天我们要去大同山步道，连走那个大洞山。这个路线是我们的观众推荐我们的，它是台北地区五个一等三角点之一的山大洞山，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看它。走吧。我们往上走，去走那个阶梯，穿过福德宫。什么呢？这个字笋，念笋啊。对，这个我们整过的。一直不滑嘞，你要滑下来还有点难，还蛮粗糙的。真的哦，走到脚，这是小水殿堂了吗？没有觉得喘啊？我想要问，我们为什么不把车停在这里的路边呢？看我们每一片的人就停在路边吧。我们现在在那个大同山的登山口，然后我们刚经过了南寮福德宫，走上来。蛮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开上来，如果想对南寮福德宫了解一下的话，就是可以把车停在这边，下山的时候再下去逛一下，然后顺便上了厕所洗洗手，然后就可以回家，完美的 ending。 对，这个地方的路标呢应该是新庄天济宫，济公禅师。我们现在在南寮福德宫的头上，我们再往前走要去到大同山，在这边。对，它全程才2K 而已。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上走，应该很快就到大同山了。对，耶、yeah。有好多汗哦。是不是？有没有很像洗脸？对啊，你们俩都很像啊，像洗澡一样。哦，对，对，手头上面都是水珠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，我就不相信队长没有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它也是水珠。身体都……嗯，它可能是游泳的，好热。真的。好，哇！大同山的基石，找一下。在哪里？这个，这个。为什么贴在这儿？对啊，它刚那个上面有写台湾省地震处的金碧岛线。23,000，我们还爬了高度，23,000，结果现在已经爬了600多米，好，真的。我们现在在
大同山刚刚已经看到它的基点，以离线计时来看，我们还没有走到一半呢。对啊，然后继续往我们后面的地方走，一直走，走走走，走到这边，大同山4.5高地。我们大概才将近快要三分之，进入了三分之二的位置，对，又要开始走三分之二的这个地方。好惊人的地方啊！我只想下山。我觉得爬山有缘，环境就是开心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水泥阶梯了。哦，水泥阶梯。水泥阶梯来了。120，我们刚走了30，开玩笑吧。刚刚不是150，现在还有120。所以应该，嗯，我不想知道，你不要算给我听。这个冰也长得太特别了吧？而且是山下的那一种哎，这么近。它的音响开的大声。对啊，200公尺是在几层楼？一层楼3公尺左右。6级。这阶梯层我还记得都有的，上次开到几日的声音，吹的哎，很大声哎。走下喽，走下哦。这好工业风哦，这个来，很走。哼，铁工厂老板个人赞助。游行的队伍，拍照。各地区好像都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登山委员会，然后他们都会有不定期会举办一些登山的活动，那大山小山都有，大家可以去各自己地区的那个登山委员会找找，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讯可以参加。我很好奇是那个柱子上面写一个活动报名字。这个平时是活动报名册，它可能一个礼拜只会有一个小时会有。对，在这边。拜拜。我现在还在青龙岭的登山步道上，然后正要往大洞山登山步道的登山口前进。是登山口哦，没有听错，是登山口。还没到登山口。对啊，应该还要再一个小时。先到大洞山吗？到大洞山。嗯。目前高度是249，我们要走到405。他们连包包都没有背，他们就直接提着水跟毛巾就走了。对。青龙岭步道旁边有一个地名叫做哈哈谷，是一个私人土地啦，不要擅自开挖。我们去看看那个观景平台。哦，这是青龙岭。好热闹哦。左边七星山，右边七星山，左边是大屯山。这里展望好，要努力的拍一下。呀，我们快要到大洞山的登山步道入口了，在前面，洞，左转。有差，有差。
这个温度。现在在练，是有两个，真的吗？前面好像有一个，真的。三口，对，这个。哦，据托尼哥说比较好找。好，那我们去前面那一个。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们最喜欢的托尼哥。又看到登山口了，第二个。第二登山口。对，我们要从这里上去。好。小心，可能就是听这个沟，从刚那里接过来的。哦，第一根很好走。听到我讲话吗？听不到，太大声了。我耳鸣了。天哪，也太很响、欸，这竞争太激烈了吧？那分贝是穿透耳膜的力道哎、欸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哎呦呀！那我们已经在。久了哎、欸，我们要到405。不过这个叶子也超大的、啊，我的伞都比输它，你看。可以站着去大建筑物。我们刚才面的比较那边，对，所以是七星山跟大屯山，对，现在比较低，所以看不到观音山。对，现在走到刚才大同山的后面，对，所以现在看得到观音山，对，在前面，然后旁边就是大屯，对，七星，没错。只剩一公里了，耶、yeah, ！只剩一公里了哦，还剩一公里哦，怎么会？它看起来，从地图上看起来呢。这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高丽菜心，对。很像哎、欸，好吃。这个有破掉，它里面有果实。哦，有果实。对。哦。去大洞山的途中就会经过秋台山，已经看到它了。队长已经走到了。有标示了。对啊。它没有跨距太大，或者是那种拉绳或什么的。嗯，虽然它上上下下，但是就是上下楼梯原始路这样。感觉像是路边的感觉。嗯，对啊，是哪路边啊？不知道。搜讯很好吧？哎
有一个很大的招牌。就是一点三角点通常会有大概45公里40以上的展望，可以看到蛮多山的，比如说那个阳明山还有观音山，然后可以看得到林口台地这个方向。队长队长，我们通常看到三角点它上面的位置要如何去分辨它呢？通常它的等级会是朝南边，那是有一些 会有数字，那数字通常是朝北边，像我们现在这一颗三角点它的等级是一等三角点，它是朝我这边，所以这边是南边，北边应该会是那边。招牌很大，对啊，整个挡住景观。我们要走到那边才看得到，我们应该是从前面那个矮的那一路走上去。这里是大洞山，海拔405公尺的地方，现在在展望台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得到桃园的方向，还蛮辽阔的，应该可以看得到海边了吧。我们今天从南寮湖的宫大安路312巷这边骑走去了大同山青龙岭，现在在大洞山的三角点，这个三角点标高只有405公尺，但是它是一等三角点，它的视野真的非常好，有270度左右，往北边可以看得到七星山、大同山、观音山还有林口台地，再往南可以看得到桃园一带。我们走了大概3.5小时，从路口开始走，还蛮开心的。这一段其实可以分三个部分走，那我们是蛮推荐夏季的话可以直接单走大洞山这一段，夏天的话其实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可以开车上来看夜景，因为这边展望非常好，你可以看到台北的夜景，也可以看到桃园的夜景，就展望真的非常佳，大概720度。720度转两圈了，你开心到转两圈，太开心了哇！所以还蛮推荐大家上来这边，然后有个凉亭可以乘凉，还不错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